我爱你是你正一贫如洗寒窗苦读，离开你是你正金榜题名东方。爱与我活该守着的我，怎么做怎么过，深夜才不会寂寞，怎么活才能挣脱该思念你的枷锁，该如何忘记你才能够得到解脱。操场边的秋千上还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男主人回家时，宝贝们，我回来了。我跌跌撞撞奔向你，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。女主人回家时，宝贝们，我回来了。一切等待不再是等待。我操，无情！分鸡腿了啊，来，大家都有份儿啊。这是16的，啊，这是老大的，哎，这是老四的，哎呀，7有份儿啊，来，哎呀，7是这个，这是你的7，啊，是吧？啊。哎，这是你的，你吃吧，你的吃吧。干哈呀干哈呀，你的，你快点的吃了吧，快快快，你的你的就可以给你拿吃，快快快吃吧吃吧吃吧啊啊，吃不吃啊。现在我家的每天有一都要喝，要喝了就吃了，不吃了就吃了，吃还吃呀，小天。狗狗是如何通过声音辨别食物的？
就这个王八犊子啊，今天又花了我1000块钱，因为肚子大，我害怕，我带你去医院看了看，结果是啥？啊，全是屎！
啊哈！啊！啊哈！啊！有人。哦吼！从前在我家的门前有一头小河，小河流流流的水，我吃了吃，吃了吃还吃。来呀，快活呀，反正有大把时光。来呀，快活！哎呀妈！有人。放一下，不要搞了，好吧。从前在我家的门前有一头小河，小河流流流的水，我吃了吃，吃了吃还吃，要小电瓶。就像是失去神经，我感觉不到呼吸，连空气都窒息。歪歪 I love you so， 每秒钟胆战心惊，迎战你给的惊喜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哎呦我的妈！当你亲女儿时，在女儿眼里，你别笑。在老婆眼里。哎呦我的妈！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忙碌了两个小时，陈师傅开始制作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婆，你看我。Music。
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，这也太厉害了！哇，这个真厉害，好棒！哎呦我的妈！就热的几口子，又黑又刮破了，你来弄两根哦。